日本的公共交通设施非常完善，很多人到那里旅行，会选择搭地铁出门。地铁车厢里有时拥挤，有时清闲，但很少有完全空到的时候。一张空荡荡的地铁车厢图在网络上流传。这张看似普通的照片，为什么能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？在东京等大城市旅行，搭地铁出行非常方便。日本的地铁通常很拥挤，特别是尖峰时期，简直让人望而生畏。地铁站的一些工作人员，专门负责在列车开动前，将堵在门口的乘客硬生生塞进去。想看到空荡荡的地铁车厢，恐怕要搭最后一班车才行吧。日本推友 YellowPen 小老鼠 N 小老鼠分享了一张地铁车厢图。你能看出其中的不对劲吗？原来这不是照片，而是一幅画。画师将车厢内的每一个细节都描绘了出来，看起来超级逼真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表示，不管看多少次，都觉得那是照片，我要仔细看看，太不可思议了。